寒冰，寒冰是辅助吧？行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你玩个寒冰辅助，你还敢野我？我是谁呀？我是小驴人，我克死你！你还敢？他敢野我？野谁都行，野我不行。嗯。完了，掉了一个兵，可恶的寒冰！今天寒冰不死十五把，我就不叫蓝炼汉。咋？蓝不太够用啊，这他都升了，我都没升，我还得俩兵，你别没完没了的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别没完没了的，这要干啥呀？这荡妇二连要杀我，回家了。这波可挺亏呀，这波兵你们知道有多少兵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得回家了，我们不回家就会被他吸死，这波一定得回去了，少一级就少一级吧，其实我跟死一把也没啥区别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双招来试试能不能把他杀了。我要扎你了，小伙子！吃我一个胡萝卜！我扎！你马上死！干嘛呀？不让吃炮车经验，咋这么膈应人呢？你要干什么？烦死！本来就少经验，本来这波能杀他了。你瞅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还不死？别这样，欠你钱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欠过钱？啊，是不是欠过钱？回家了。先来一个耀光，谁能告诉我小驴人 W 什么时候用？打人就用啊，啥点用啊？能打人就用呗，留着下胆啊，留着也没有办法下出积木的，你放心吧。我打你一波你交血池，我打你两波你怎么办？
已经很好打了啊，杀他一波基本上就很好打了。上单赵信呐，再推一波回家了。信哥估计这波应该是没了。你主 E 结果 E 就没中过，那你来跟我讲一讲，那吸血鬼有血池，我这 E 怎么中？你跟我讲一讲。俺俩玩，我玩吸血鬼，你玩小绿人，行不行？你等我 W 好了的，啊，你有 E， 我 W 好，俺俩一把一千的，你玩，我一把跟你玩一个 E 的，你玩不玩？那怎么中？你跟我说。我主 E 的目的不是因为 E 的伤害高，是因为 E 技能是我们必须得要的，它的每升 E 级它 CD 是减的，需要它的灵动性灵活性。玩你玩干屁，你玩你玩欢乐豆的你都玩不起。纳尼，算了，我直接龙坑走了。谢谢杨毅刀影的飞机儿。来吧吸血鬼，我扎哎呦，这都能吸到我。这波不太好杀了呀，我的血有点少了，我血没他多呀。我就应该早点就用 E 把他血池给他逼出来，下边就杀他。小绿人就是这么玩的，老在那瞎指挥，整得我心理负担贼大。不杀，这波杀不了，不杀。先出巫妖，不会玩小驴人，应该出收割者的，不过我给忘了，这挺长时间没玩的英雄了。一会儿再除吧，不着急。哎呦呦呦呦！螳螂死了，死的惨呐，螳螂，这可没办法救啊。双方打野互换，可以。再来个皮孩。
哎，我都杀了他一次，他怎么？别怕！他怎么还是等级比我高一级啊？我们得赶紧去游走去了，这把不是那么很好打呀。算了，再拆一层吧。天哪，三速还往上走一波啊！我估计这潘森一没好。杀，戳，别！哎呀，我一就差一秒钟，哎呀！别上啊，他别给你秒了。七级，小心点啊！来个红宝石。看来我得上去帮帮你信哥了。我打了，打了，指定出事儿。那潘森大还没用呢。如果他们这么早抱团儿，就不是那么很好打了。抱团儿很难打。往上路走一波，看看剑魔能不能杀。等个电刑，希望电魔别走啊！可以，你来。没事，中路线给他吃。我一个小驴人，我们不需要吃线，我们吃人头。那个潘森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潘森搁这里呢。再见。哎呀，你就非得要踩我，你是。这么讨人厌的，那潘森就非得要坐我，硬往我身上坐呀。看看这把来个什么皮孩啊、哦、咱来个，先不来皮孩，先来个850，现在出西地孩伤害不够，塔掉的有点多，慢慢来，往上路来一波，兄弟。来，可以上了。我的妈呀！这剑魔有这么猛吗？这啊？剑魔猛成这个样子，这么难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
那爱射射我几个箭了都？三个箭了吧？射了我三发，兄弟你都没中。来中了，来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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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打三。潘森怎么来的总是这么的快呢？这个潘森。你给我杀的吸血鬼！哎，潘森，这也太难杀了，真的。有没有助攻？剑魔，先把剑魔杀了。哇，信哥猛啊，信哥，那咋那么多助攻呢？信哥能不能给个人头？哎，助攻也太多了。你给我勾的来，你要干啥呀？还行，应该是换了吧。哎呀，抠了，没打死。蓝没够这波，出个西地海。哇，信哥漂亮，信哥给我扎死他 ，nice 啊，信哥。没白帮，他把我人头都拿了。我要是拿这么多人头，我现在就起飞了。关键我四个助攻，我自从三个人头以后，我去帮着赵信，我就再也没拿到过人头，再也没拿到过，再也没有。nice 性格，你看看，再也没有。你也太装备了，你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，兄弟？寒冰人呢？给我出来来！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嗯？给我勾他来！我溜了啊，你打吧。哎呦我操。拜拜。溜溜。我是土宝宝。哎呦我操。哪里来个剑魔？真恶心人呐。剑魔不知道这从哪里来的剑魔，可恶的剑魔，这剑魔都不理你，剑魔，我得跟着赵信走啊，给个蓝吧，老铁，20分钟了，中单20分钟了，没见过蓝长啥样，给一个吧，啊，20分钟了。前19分钟三个蓝都给你了，该让我们拿一个了，也不帮打，你说带带线儿其实是可以。那剑魔我也打不过他呀，鲨鱼
别的我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那螳螂为什么没过来。我眼瞅着那螳螂搁我旁边呢，好像。哎呀，上当了。三打三，零号三。会了。这剑魔不浪一下，浪一波剑魔。不狼，不狼难办了呀！这波打我感觉容易送。不好打呀，别打了呀，我不能打，打不过守塔吧，打不过，这么打没个打，不可能打得过。给了不要了，我好难发挥哟。希望我们能顶得住这波。希望我们家可以顶得住这波进攻。溜了溜了，上路收波线，马上两件套，两件套出完，我们开始出沙漏。就能进场了，要不然进不了场，这太费劲了，这进不去。130刀能干啥呀？那你想多少刀啊？对面吸血鬼120刀，我130刀，俺们家还劣势局咋的了？不行啊！那我打人机那10分钟还能200刀呢，咋的呀？你不得说分哪盘吗？谁跟你跟那打补刀啊？我跟你那个在这补刀玩呢，玩游戏玩补刀呗。吸血鬼有没有沙漏？没有沙漏，没有沙漏，可以试试能不能杀一波。好机会！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哇操，500多！哎呦，我信哥，漂亮，信哥 ，nice！ 1换5可以接受，兄弟们，我死了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剑魔白送了，吸血鬼被我杀了，塞纳跟寒冰让我们家人给突了。哎，完了，
白送你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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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剑魔控制自己一秒钟还可以接受啊。鲨鱼，哎呀，没关系，干嘛呀？哎，我又戳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这剑魔怎么就这么猛的剑魔？塞纳来了，不行了！这剑魔怎么不要命了是吧？这剑魔，叮！啊！怎么降血？降血！哎呦我操！兄弟们，我缓一波。我来啦！哇，全给我躲了！我操你猴子！我给你个鱼叉！黑大龙啊，兄弟们！这边死光了。我们打的应该还蛮快的。完了，剑魔来了，剑魔杀剑魔啊，先杀剑魔，漂亮，杀潘森，好，打大龙，快打快打快打，兄弟们，我放鲨鱼了，哎，这波大龙拿下。好，回家杀漏了。快点大龙，不是大龙啊，小龙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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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的有点快呀，等会儿信哥别害怕啊，我们先杀这个吸血鬼。你们家几个人呢？你说你们家一共就仨人，要打我们家五个那能行吗？看看对面的剑魔，剑魔出来就喂他吃胡萝卜。我的胡萝卜，谢谢猴迷妹两个飞机，谢谢谢谢猴迷妹，我在直播没有办法跟你说那么多。哎呦，兄弟们给我拆，所以我就没回你多少，快拆呀！嗯，快拆，拿下！下一把了。